四月份，欧洲将会进入复活节的假期，大假，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进行这样的能量层面的大调整。重质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呢？叫慈悲。所以一直是小鹿吗？小鹿小鹿斑比，一直我们谈论的慈悲是发生在什么呢？发生在第七维度地球，第七、第八、第九频率的事情。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到达慈悲的境界，你得经历什么呢？你得经历走出你的灵魂暗夜。什么呢？走出第三维地球，还有呢，走上你的灵魂计划，清晰说出你的灵魂计划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第五维地球。然后还要什么呢？还要与高我不间断连接。之后才能谈到什么？谈到慈悲。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，我们怎么来到了与高我不间断连接的，与高我共同创造的这个过程呢？就是经历这个过程的。第三维地球的走出灵魂暗夜，第五维地球的清晰说出你的灵魂计划，走上你的灵魂计划，与高我第七维地球的底层设计的，与高我不间断连接，与高我共同创造之后，才是什么？才是慈悲。也就是说，慈悲是什么呢？慈悲是你和高我的关系，慈悲不是你和人的关系。你和人是发生不了慈悲的。我们称为的呢是什么呢？那要不就是第三维地球的同情，要不就是第五维地球的怜悯，架构在使命之上。要么呢就是第七维地球的底层，也就是说之前的外星人统治地球的那个年代，你作为神对人类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你作为高我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关系，那依然不是慈悲。慈悲是一个人与高我之间的关系，不是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比如说慈悲是一个人活在能量里的
境界，它没有人类的情感，也没有什么呢，也没有集体的人类的情感，没有科学家的情感，没有领导者的情感，没有领袖的情感，没有诗人的情感，没有动物、植物，矿石的情感，没有一切的仙、妖、道的情感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将一切这样的情感全部与能量汇集，也就是说是高于这些情感的，是看见这些情感的，是可以进入这些情感的，而且是可以感同身受的。唯独呢，没有，呵呵，你说这是一个人不断练习放下的结果。这是慈悲，慈悲已经探到了什么呢？慈悲已经探到了时间矩阵的边缘，也就是说到了七维地球，已经到了时间矩阵的边缘，因为从我们的15维时间矩阵12个时间轴的时间矩阵来说，第9维已经完成了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维度设计，而开始进入什么呢？开始进入10、11、12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涅槃意识的阿凡达维度，阿凡达矩阵。以及13、14、15、15播种者的代码矩阵，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猫科，鸟类，和鲸豚类。第十四维的鸟类，其实在各种经文里头被说明什么，说成什么了，说成6翼天使。事实上天使没有翅膀，也不可能是鸟类，所以它代表了什么呢？代表了第14维的播种者在鸟类身上的代码，播种在了特定的鸟类，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
曾经的坤啦、鹏啦、凤凰就算了，维度太低了。所以到了第七维度的地球，慈悲就已经开始与能量结合，过了出了时间矩阵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光矩阵，就开始进入什么呢？开始进入音矩阵，声音矩阵，比如说我们的波矩阵。这时候慢慢就开始接入什么了？接入能量矩阵了，一直我们说的源头的开放能量。所以现在知道了吧，慈悲来自哪儿？来自当你没有再被人类情感束缚的时候，来自你没有再被人类的集体使命、国家使命、种族使命、一地球使命、一行星使命、一太阳系使命、一银河系使命，不会再被这些情感以及特别微弱微弱的情感束缚的时候，才会涉及到慈悲。也就是说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一直大脚星人和我们强调的源头的连接。与源头的连接就是慈悲一词的来源，因为那不涉及到局部，只涉及到一体，只涉及到万物一体。这是慈悲的真正含义。能量，开放能量，源头的开放能量。创造了和平衡出了宇宙心智、宇宙身体和生命本质能量的开放能量，这就是慈悲。所以大家知道慈悲来之不易，为什么会来之不易？而很多人已经看似有了慈悲的人来说，却又如此的反复和摇摆不定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法放下，无法完全接纳，无法万物一体，无法扩张到解放。当然，这都是暂时的，这都是过程。每一个灵魂最后都会回家报道，无论以何种方式。时间不是问题。